礼拜我因为出国开会哦，所以请助教来教了一下有关于音讯方面的事情。那我想这门课呢，我们已经学到了有些碰到文字的处理，有没有？就是要唐诗三百首，你要长出一句出来哦。那也讲到image 的处理，包含 image 的压缩，还有做人脸辨识等等哦。那声音呢？我们上个礼拜呢，助教已经讲了一些 MATLAB 对声音的基本处理。今天我再深入的讲一些音讯的基本特征。然后呢，今天的作业也就是跟音讯相关哦，让各位对文字、对 image、对声音呢，都有一个基本的了解。好，我们来讲一下一些audio signal， 就是它的 basic features， 就是它的一些基本特征哦。一般来讲呢，各位上次已经有看过声音的波形了嘛，哦，那波形呢，我们从波形里面就能抽出一些特征出来，哦，那常抽出来的特征呢，包含第一个是 volume， 就是声音的大小，哦，那刚刚有同学打喷嚏，哦，你听得到，因为它声音很大，那声音大代表什么意义呢？代表它的喉咙把空气推动出来后，哎，听得到了哈，哦，表示它的振幅很大哦。如果我讲话很小声，那你可能就听不太清楚，因为振幅很小。如果讲话很大声，就代表振幅很大哦。那振幅怎么样送到你耳朵里面去呢？但是我耳朵我的声带的震动，那这边当然是有经过麦克风哦，那送到喇叭推动出去，那你会感到声音的在空气中的是怎么讲？一前一后，一前一后这种压力波。直接送到你的耳朵，那你耳朵很厉害，就能够辨识出来。所以第一个碰到的特征就是 volume， 大小声。你甚至看那个好一点的音响，你把它放大声以后，你可以看到它的在震动，这样嘣嘣嘣在震动。那个震动呢，就是代表它的振幅的大小，也代表它的音量的大小。第二个特征呢叫 pitch 就是声音的高低。高低这件事情呢，其实简单讲说，男生的声音呢都比较高还低，都比较低一点，女生会比较高，小孩子也会比较高，哦，那声音的高低呢，我们怎么样用一个方式把它量测出来，把它算出来呢？这就是我们今天要做的作业，哦，第三个常看到是 zero crossing rate， 但这个不是很重要，我们先跳过去。后面这两个呢，我们今天都不讲，一个是 zero crossing rate， 一个是 timber，哦，zero crossing rate 就一个讯号通过零点的次数，哦，通过零点的次数呢，如果你讲气音的时候，它就会特别强，哦，比如说我讲清华大学的清，你清，各位讲慢一点，来讲一遍清，清，你有没有办法再慢一点？慢到说你可以分辨前面是嘶的音，清。有没有？它很明显分两部分，前面是那个叫气音，而这种气音呢，它的 zero crossing rate 特别高，因为它是上下不规则的震动，然后会通过零点很多遍，哦，好，那这个我们这个细节我们就不讲，各位大概了解就可以啊，哦。再过来是 timber 就是说一个讲话讲一段声音讯号里面它的音色，那音色代表什么意思呢？就是不同的声音就有不同的音色，比如我讲啊。哦，你听得出来，一个是啊，一个是哦啊，这就代表音色的不同。但音色跟音高有没有关系呢？其实你可以把它拆开来看。我可以讲啊，我可以讲啊，我可以讲啊，都是啊，对不对？但哪里不一样 ？pitch 不一样，音色也不一样，一样都是啊。所以这是两个独立的 dimension， 独立的维度，哦，好，那这些 feature 呢，我们怎样？事实上我们都是感觉是直觉的，哦，我说这个声音很大，这个人唱歌音高很高，哦，这些都是你没有全部 都我们可以感受得到，那这是非常主观的，哦，那比如说有人讲啊，你觉得是啊，有人听的是哦，所以这是主观 的感觉，哦，那么但是我们必须用一个能够运算的方式把它算出来，然后才有办法后续做各式各样的处理。抱歉，这张不是很清楚哦。这张就是说，你把声音把它拉开来之后，你可以很明显的看到，我们待会会有实际的 demo 哦。这是一个波形，把它拉开来之后，
你会发觉它有一个重复的现象，在这滋，在这又重复一遍，在这又重复一遍，哦，那声音在上下振幅的大小呢，我们叫 intensity， 或者叫 volume， 或者叫 energy， 都代表它的能量的大小。但是重复的周期呢，我们叫 fundamental period， 哦，这里有一个 fundamental period， 这里也有一个，这里也有一个，哦，叫基本周期。那在基本周期里面的波形呢，就代表我们的 timbre 音色，哦，所以你讲 R， 你讲 O， 你的音高是一样的，所以你的基本周期长度也是一样，一样都是这么长，但是里面的波形会不一样。所以在一个基本周期里面的波形 waveform 就代表它的 timbre， 哦，所以大概概念是这个样子。我们待会会有一个实际的 demo， 各位可以看到，声音一路把它放大，看会是什么样子。那这个是在一个我们先直接试看看，我就直接再摸一遍。我现在把另外这支麦克风拿出来了，我现在身上总共接了三支麦克风啊，哦，那么这支麦克风呢是直接送到 PC 里面去的。当然，一般的 notebook 也都有内建的麦克风，你可以直接进行录音。但是内建的麦克风呢，通常效果不是很理想，就是会受到各式各样的杂讯。那么像这种你可以握住的麦克风叫做指向性的麦克风。指向性麦克风有什么特色呢？它只会录它前面的声音，比如说我这样录进去，它只会录到我的声音，而不会录到其他的杂音，旁边杂讯呢就会被抑制掉，哦，所以用这样麦克风来录音呢会有比较好的效果。比如说我现在开了这个软体叫做 Cool Edit，哦，那基本上好像 这公司已经被买走了嘛，是被 Adobe 给买走了，所以也是跟 PDF 他们是同一家公司，哦，然后我直接按录音，哦，一旦按下录音那一刹那，他问我说，第一个我的 sample rate 是多高，哦，预设是 16K 哦， 16K 的意思，各位上次上过助教的课应该都知道， 16K 就是一秒钟里面要录，哦，16000个点，哦，那第二个呢，他问呢是你的 channel 是要 mono 还是 stereo， mono 就是单声道， stereo 就是双声道。那我们现在因为只有一个麦克风嘛，所以通常它只能录单声道，如果你有两只麦克风你就可以录双声道，各位的作业就产生要成那个双声道的档案，哦，那待会我们再说明。好，再过来是 resolution 16 bit 就代表说我每一点要用几个 bit 来表示，哦，那如果可以用16 bit 来表示，如果今天我选8 bit 呢就是0到255，那如果选16 bit 呢就是它可以录从负的32768到32767中间，哦，所以它的中间解析度就会变得比较细一点，所以 我直接按下去开始录音，然后我按 OK。哦，前面有些杂讯，喂，清华大学，哦，声音太大，有时候爆掉，上下有没有抵住了？那个觉得声音太大。清华大学，清。好，我把它停下来。我把前面的通通砍掉。嗯？他怎么不听我的话？好，我把它砍掉一些，这些杂讯我都先把它砍掉。然后只留下最后一个清，哦，你直接听看看它的声音，清，你们你看我清的声音，哦，好，你听到清的声音后，你可以很明显看出来这个波形不太一样的地方是这个地方，有没有？这个地方感觉它很密，这边好像有点规律性，我再把它放大一点。
哦，所以这里就可以明显的看得出来哦。当我讲七音的时候，前面有一段是"呲"的声音哦，这段声音在哪里呢？在这里。哦，然后我只放这一段，我让它重复放。所以这段声音呢，是表示呢什么呢？表示你的喉咙没有在震动，所以是"呲"。一旦你喉咙在震动呢，就会进到下一个阶段。哦，所以你在放后面，我现在只放后面。叮，你听到什么声音？叮，有没有？你听不到"清"，你听到是"音"。为什么？因为那个"呲"不见了，七一 n 清嘛，那个"七"不见了，所以你只听到"音"的声音，哦，所以你知道这个"清"整个字就是"清"这样结合起来，所以整个合起来才变成"清"的声音。所以呢，我们通常把这一段呢，前面这一段呢叫做"气音"，因为你的喉咙没有在震动。哦，你再确定一下，你看你把你手放在你的喉咙上面，你讲"清"讲很慢。清，有没有？你发觉前面清，前面呲的音的时候，在这里的时候，你的喉咙都没有在震动，知道？喉咙一在震动，就进入音的范围了。哦，有没有人跟我的描述是不一样的？那就可能有些奇怪的问题了。哦，应该要去看医生了。所以你当你把这一块波形放大的时候，你把气音放大。有没有这一段是你的气音？我再把它放大，你会发觉它没有什么规则性，哦，有没有？全部都上下一路震动，一路震荡，没什么规则性。但是你看看后面的音的音，看后面这里，我随便切一段出来，你有没有发觉它已经有？你可以看到它的规则性出来了。有没有？这就很明显看得出来，这是音的音哦。那为什么会这个样子呢？你会发觉哦，这是一个基本周期，对不对？这样是一个基本周期，这样是一个基本周期，这样是一个基本周期哦。所以用人眼很容易就看得出来基本周期在哪里。然后你可以看出来，基本周期里面，比如从这里到这里是基本周期哦，它的一个波形的变化，就代表你讲话的内容，代表你讲话的音色哦。那为什么会？长出这样的波形出来，就是因为你喉咙在震动。喉咙在震动的话，是它是一开一关，一开一关。哦，你把气集结在你的胸腔里，然后用力把它挤出来，然后你的声道就会像里面有一个叫声门的东西，就会开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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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快的开关。那东西开的一开一关之间呢，就会产生一个基本周期。然后在一开一关之间又产生一个基本周期，所以你的声音如果要很高的话，就是要开关要很快，啊，它的基本周期就会变很窄、很短，那它的频率就会变高 ，pitch 就会变高。哦，那如果你要唱很低音的话，就是要开放要开得很慢，那这样的话整个基本周期就会拉开来，声音就会降低下来。好，所以这个就是。一个很简单，你就可以分别叫什么叫气音，什么叫后面这个，当然很简单，就叫母音。一个叫，实际上前面那个呲七那个是一个子音，一个是母音。但子音呢，有一些是气音，但有一些子音呢也是会有 pitch。哦，譬如说我们讲妈妈的 这个它会也有 pitch 产生。哦，好，我们再回头看我们的投影片。哦，所以这个波形你现在看就比较有感觉了哦。各位可以回去自己录音看看哦，就可以抓出你的讲话的波形出来。那这个是在频谱，我们从这里看呢，这个在时间轴上面，这个 X 轴是时间轴 ，Y 轴是它震荡的大小，所以我们通常这个叫做一个。在时间轴上面的图形，但是我们也可以把它转成频谱哦。转成频谱这件事情呢，可能
各位以前没有学过，那各位先不用管它，暂时知道说频谱的意思就是说我抓一小段讯号，把它拆分成在不同频率、不同频率的能量，把它拆开来，就会长出这样的图形出来。那这通常叫做产生频谱方法呢，叫 Fast Fourier Transform（FFT）。FFT 我记得以前之前应该有人也有学过。那在 FFT 上面呢，只要你声音是有周期性的变化，就会出现这样子高高低低的图形哦，这个叫做斜波哦，这叫第一斜波、第二斜波等等，这样一路下去。那你甚至可以声音不断的进去，然后把频谱画出来，就得到所谓的 spectrogram 哦。spectrogram 呢，就是声音进去之后呢，它可以把你切开来看在不同的频率，它的能量的大小哦。这个我上课有没有 demo 过？有没有？有没有看过？没有看过。好，那我们看一下哦。你如果有 MATLAB， 你直接打这个 command DSP Showtime FFT Audio， 它就可以直接产生。我们来试看看。那么它会跳出一个方块图，那这个方块图呢是代表讯号在处理的时候它经过的流程。有点慢。好，出来了，方块图在这里。这个方块图呢是譬如说你看到讯号可以从这里进去，你看这里是画的是麦克风的样子，讯号从这里进去，然后经由 buffer 把它切成一段一段叫做音框，那音框后面做各式各样的处理，那你就可以看到它的spectrogram 或是 FFT 在每个 frame 的图形。好，我现在开始声音进去了。好，它图形出来。好，那譬如说我现在在讲话，就看到我的波形。好，这个是已经转成频率，就是频率上的波形。那一般来讲，有时候有人把它称为叫声纹。好，简单的讲呢，就是我讲，譬如说我讲啊、a、u、e。你会发觉我讲一个固定母音的时候，它上面出现的 pattern 会不一样哦，拉不过来哦。我把它拉过来一点。那这个意思呢，就是说我讲啊，你会发觉我讲啊的时候，有没有这边哇？指不到，我讲啊，这边频率分量比较多，啊，中间比较少。好，那我讲一，就中间一块通通没有东西。所以这个东西呢叫做 spectrogram， 事实上它就是把你的一段声音转成频谱，在频率上能量的分布。然后越高的地方表示能量越多，越低表示能量越少。然后呢，你把它立起来，立起来之后呢，利用颜色代表它的高度，越高的地方是越深红色，越低的地方是蓝色。然后因为声音一直进去嘛，所以它就一直往左边一路跑过去。那比较有趣的现象呢，是说我刚刚讲过，如果说你的声音有周期性的话，那在频率上面也会形成波峰、波谷、波峰、波谷这样的东西。我们这边有没有合唱团的同学？好好好，来来，同学来。
你不是，他是，不是，你只要帮我唱，不是，不要不好意思，我唱歌也很难听哦，我待会也会唱给你听哦，那个。我先示范一下难听的唱法哦，来，你先听我唱，你就知道我为什么示范这个呢？他这边只是跟你讲，来，同学先上没有关系，就是你声音越清脆，越清楚，不会有杂音的时候，越高音的时候，它会拉得很开来哦。比如说我唱哆瑞咪发嗦拉西哆，哆瑞咪发嗦拉西哆。好几条线出来了，有没有？但我就是前面唱的都看不太出来。来，那同学，你就抖音说，到最后最高音就是你停在那里，然后让同学看说这个波峰波谷波峰波谷有没有很明显？来，上来，来慢慢上来，走，开始。对对，没错。停住，有没有看到？对，没有，最拉的很开来，最拉的越开表示音越高，然后如果这波峰波谷越明显，表示声音越清脆。哦，好，谢谢，可以。所以它的声音如果再高一点的话，就会拉得越开。所以根据你这个频谱呢，你就可以把你的音高、把你的 pitch 抓出来。所以这是在频谱上面的特征。那么甚至呢，有些人呢，我刚讲过，就是说你不同的声音、不同音色在频谱上面分布会不一样。比如说我讲清华大学学。你发觉我每次讲学，它出现这边的图形是很接近的哦。学，有没有看到很接近哦？清，华，大，好。所以我们在做语音辨识的时候呢，是从这里你可以找出来，比如说清长的是像什么样子，华长的是什么样子，哦，就可以辨识啊，辨识你讲的是什么话嘛。那甚至有些人更厉害，是说他可以直接从这里看出来你在讲什么，哦，这叫 spectrogram reading。那等于说用你的眼睛来取代你的耳朵，哦，比如说我讲清华大学，你有没有办法看这里就知道我在讲清华大学？但这个是有一个比赛。哦，他们有一个有趣的学会，每隔多久，他会把一段频谱图叫 spectrogram 的图放出来，让大家来猜里面讲什么话，然后看谁能够拿第一名。哦，这叫 spectrogram reading。那这基本上是一件很难的事情哦，你要用眼睛来取代你的耳朵，是一件很难的事情。就像如果你要用你的耳朵来取代你的眼睛，那也是几乎不可能的事情。但是就有人做得到啊！我先把这停下来。所以呢，这叫做 real time 的 spectrogram 哦。spectrum 的意思就是说，把它在频率上把它拉开来，对于不同的频率，它有不同的 energy。能量把它拉开了，那 spectrogram 指的是随着声音讯号一直过去，然后它一直连续的出现。那么我们要做 audio 的 feature extraction， audio 这个声音是连续的嘛，就我们讲清华大学就是连续的一路过去。那通常需要做几件事情呢？第一件事情呢，就是我先做 frame blocking， 就把我的声音切一小段一小段讯号出来，那每一小段呢大概20个 ms 左右。哦，所以是很短的一小段。那一小段讯号呢，我从这一小段讯号呢再去做 feature extraction， 我可以算它的能量，算它的音量，算它的 zero crossing rate， 算它的 pitch， 算它的 MFCC。 哦，这个
那 CC 呢是一个在语音辨识和语者辨识常常用到的 feature， 那现在我们可以暂时不用管它。那么最后呢，我们要做 endpoint detection。endpoint detection 的意思就是说，你讲话不是从头到尾都一直在讲话，你要讲一句话是前面会留白，后面会留白。那 endpoint detection 就是要去侦测说起始和结束的位置，我们这个叫做 endpoint。好，这就是一个简单的示意图哦。假设讯号是这样进来哦，这个讯号我也不知道这是什么讯号，可能是啊，可能是拉哦。讯号进来后，我开始就把它切成所谓的 frame 哦，一小段，这样一小段加一个 frame 哦，这样的讯号叫做一个 frame， 然后再平移一点点，这样的讯号加一个 frame， 再移一点点又是下一个 frame， 移一点又是下一个 frame， 这样一路把它切出来。比如说以我们这边的假设，我的 sample rate 是11025。就是每秒钟有一万多个点哦，那我的 frame size 是256，表示说我一个 frame 这样就是256点，这样就是256点哦。那你可以 overlap， 中间有重叠，重叠这边是重叠84点哦，这边重叠部分是84点。好，那这时候呢，我们把它把 frame size 减掉 overlap 叫做 half size， 比如说256减掉84所得出来值叫做 half size。half size 就是每一次跳的点。第一次这么多哦，连续这么多，然后跳到这里变这么多哦，再跳到这里变这个 frame， 再跳到这里变成，所以你跳的距离这一块叫做 half size。那我们把它的 sample rate 除上 half size， 就可以得到一秒钟大概有几个 frame。哦，那在这里呢，我 sample rate 是11025，我除以256减掉84，得到的大概就是64个 frame 左右。表示说在一秒内我大概可以抓出来64个 frame， 好，所以这个你们必须要去算，因为之后我们所有的计算呢都根据 frame 来做，好，所以你的 frame rate 呢，比如说我们抓 pitch， 每一个 frame 呢，这样一个 frame 呢可以抓出一点 pitch 只有一个值，那你经由这样的计算呢， 你就可以知道呢，我每秒钟大概可以抓出来64点 pitch， 好，所以这个计算你们要了解。到这边有没有什么问题？ Overlap 是希望它的变化不要太大。对，有时候呢，你说你从这里开始第一个 frame， 然后突然跳这么多，跳到下一个 frame， 它的变化可能会比较大一点。是还是有跳跃啊，只是说它的讯号的变化不是太剧烈，你可以不要 overlap。比如说你唱你的 pitch 好了，哒哒哒哒哒哒哒，有的歌会变化很快，嗯，变化很快的时候呢，你的 pitch 点呢，你希望它密一点，那你就是把 overlap 加大一点，那就这里算一点 pitch， 一点点我就再算一个，一点点我再算一个，你就得到很多点 pitch 在上面。但是如果你希望你得到 pitch 点少一点，那就不要 overlap， 甚至还可以跳，这里取一个 frame， 下一个 frame 呢我可以跳一个取这里，下一个我再跳一个，那这样的话你的 pitch 点就会变很少。哦，就是看你的实际上的需求，你需要 pitch 密一点，还是希望它稀疏一点，你就可以决定这 overlap 的大小。来，同学，这样是变那个之后前后是重复的，对，前后重复，在这里是重复的。同学还没有问题，好像很多人都没问问题耶。来，那我需要在就是在相加减的过程中，就是在除以某个常数之类的，那 magnitude 是一样的，有需要吗？在这里目前是不需要。可是它有些地方是就是借由前后讯号两倍的叠加，然后有些地方是就只有单纯的就只有原始的声音。没有，这边没有叠加，这边都是原始的声音啊。就这一段是一个 frame， 下一个 frame 是在这里哦。就在这里，就直接把这个抓下来。这边没有叠加的东西在上面，没有，并没有，不要弄错了。它并不是说这里叠两倍就把它加两倍，没有，不是这样子。同学还没有问题？frame 切小一点，有 frame 切小一点的问题，我们待会马上就会看到。哦，我待会再一并说明。好，我们再过来是算它的
energy 或者算它 intensity 或者算音量，这个都是指同一个事情。那你要算这个 intensity 的话，最简单的有两种做法。第一种做法呢，我就是这里是指每一个 frame 的意思，我把每一个 frame 你的讯号呢，全部把它取绝对值把它加起来。好，那你如果回到前面来看的话，比如说就以这个 frame 来讲，零点是在这里，你就把每一点的讯号全部取绝对值把它加起来，这就是我得到我的 intensity。那这通常是也是一个相对值，当你音量很小的时候，你的振幅就会很小，再这样小小震荡，所以你的取决值加起来就会小。音量很大的时候，取决值加起来当然就会变大，所以呢，光取决值加起来就可以足以代表你音量的变化。但另外一种做法呢是比较复杂一点，你把它的每一个 frame 里面的讯号把它平方，再把它加起来，再取 log 以10为底，再把它乘以10。那这你看起来有点复杂。那为什么要这样做呢？其实人的感觉，听声音的感觉呢，是跟 log 成正比，而不是成跟这个 volume 成正比，不是跟绝对值相加成正比，而是跟把它平方再取 log 成正比。哦，很多自然界的事情都是这个样子。就像我们定义地震的强度，哦，地震强度不是每跳一级是增加几倍，增加10倍嘛，那就是跟 log 成正比。哦，还有我们待会讲到钢琴你弹下去的声音呢，一个八度音到上一个八度音，下一个八度音呢，它的频率是差多少？实际上是差两倍，所以你是一路两倍两倍两倍一路上去，但是人的感觉呢，你是线性的这样一路上去。哦，所以在这里呢，有人是把它取 log， 但我们现在这边呢都简单，就直接把它取绝对值相加就可以。哦，那这个音量大小呢会受到几个影响，第一个是麦克风，你不同的麦克风它抓到值会不太一样。哦，第二个是麦克风的 setup。哦，各位的 notebook 里面有时候你会勾一个什么增量什么的，都会让音量变大。哦，那当然真正我们感受到的声音呢还会被什么所影响， 会被你的频率和它的讲话的内容所影响。譬如说我讲啊跟你讲啦，你觉得哪个声音比较大？啊啦，哪个声音比较大？你感觉都一样嘛，对不对？但是你真的去算这个东西，算上去会，它就不太一样。因为人的感受一样，并不见得代表这个电脑算出来是一样。那同理，你电脑算出来一样的话，你人感受可能又会不一样。所以音量大小呢，是会受到频率的影响，就是 pitch 的影响，也会受到 timbre 音色的影响。好，另外一个常碰到的问题呢，是指说你在录音的时候呢，声音会飘掉。飘掉的意思并不是说你唱歌音不准之类的飘掉，而是说你录音录进去的时候，它上下震荡，它不会在一个平均值等于零的那一点震荡。所以你在算 volume 的时候呢，比较好的做法就是说，你先把它的在这个 frame 里面，你把它的 median 减掉，然后再算取决的相加，这样的话保证得到的值是校正到零点。哦，那如果再算 log energy 的时候，你要把它的平均值减掉。哦，这个我们以前也讲过，就是说简单的讲，假设它的 frame 里面讯号是这个样子，你要让它的平均绝对值的和为最小，那这个 x 呢应该是等于它的 median。 另外如果说同样是讯号这个样子，如果你要让它减掉一个固定的值以后平方和为最小，那它这个答案就是 S 的平均值。哦，这个数学这个记号应该看得懂吧？这个 minima 这是一个数值，哦，X 是可变的，然后取一个 ARG 代表就是能让后面这个数值为最小的 X 是多少。哦，这个 ARG 叫做 argument。 哦，那能让后面这个数值为最小，假设 S 是给定的，那 X 是未知的。哦，如果要跟更明白写，下面应该写一个 x， 这样会比较清楚。表示说能让后面这一块为最小的 x 应该等于 s 的中位数。哦，能让后面这一块这整块数值为最小的 x 值，哦，它应该等于 s 的平均值。哦，这个我们上回就已经讲过了。哦，这个应该了解。怎么证明？
哦，这个证明很简单，不，下面这个很简单。这个上回有同学上来证明的，那同学在不在？同学不见了。然后上面这个要怎么证明？各位要想一下，好。讲到这里，我们期末考时间呢，就会根据就跟学校一模一样哦。学校我们期末考做的那一天就会期末考。那之前呢，我会先想办法出一些范例题出来，我让各位看一下，不然因为我们整个学期都在写程式，然后没有一些范例题，各位可能不晓得我要考什么东西，好，我会出一些范例题哦。那期末考从范例题出来的百分比应该会有50%-60%以上，哦，所以各位范例题一定要会，哦，那这就是一个范例题在这里，哦，各位要想一下，其实都不是太难，但是各位最好呢事先做一遍，免得考试会手忙脚乱，哦。好 ，intensity 这个其他我们网页上很多范例，我们现在先跳过去。这个看的是 pitch 就是我们讲的音高，音高是今天的重点，怎么样把音高抓出来。音高呢，我看后面有没有范例，我们直接来看一个范例哈。先看这里，这里各位知道是钢琴嘛，就是你不会弹钢琴，你至少一看知道这是，比如说这是哆瑞咪发嗦拉西哆，这样一路上去，那在这里呢，中央拉在哪里？同学，哎，合唱团同学，中央拉在哪里？你要上来比一下，比错没关系，会下面有同学帮你忙。对，中央拉，中央拉对应的频率多高？中央拉对应的频率，谁知道中央拉对应的频率有多高？这么高？来，同学你举手。对，440，440就是这支音叉的频率。哦，各位知道音叉做什么用的？你去检查听力的时候，医生会敲一下，哎，听得到吗？听得到吗？这是音叉一个功能。第二个功能是可以调音。哦，钢琴的音中央拉按下去，要每秒钟震动440次，靠就是音叉。哦，我们再试一试。这个乱敲，它东西被我敲坏。到地上好了，有没有听到？这个声音就是每秒钟震动440次的声音。所以你从这边压下去，当，就这个声音。它的音色可能不一样，但它的频率是一样的。好，所以这边是440次。然后各位知道这是一个所谓的一个八度音，在这里往上跳是另外一个八度音，哦，所以从这个中央拉往上跳一个音阶到这个拉，它频率变多少？频率变880，哦，这上面有写，只是不是很清楚，哦，440跳到880，然后440往下跳一个音阶呢，跳到这里，这里变220，往下跳到这里，这里变110，所以它震动的倍数是从有没有两倍一路成长上去，但是人的感觉，你听起来好像高一点，好像是线性的增长，哦，所以很多东西人的感觉其实都是对这个物理量会取一个 log， 然后把它转成线性。那么我们要怎么样把这个从它的Hertz 就是它 pitch 的高低呢，我们是以 Hertz 为单位，就是每秒钟震动几次，哦，怎么样转成在钢琴上面的单位？钢琴上面呢是以中央拉这边定义成是69，哦，那它的公式呢是69加12乘上 log 以2为底 Hertz 除以440，
所以当你是440赫兹的时候，一除这边变一，取 log 变零，后面整个不见了，所以是69。当你变880的时候，这边就变一除变二 log 取二，以二为底变一，一乘四六十九加四，这边变81哦。所以这边是69，这边是81哦。那你怎么看呢？为什么会有一个12在上面呢？这个十二代表呢，我一个音阶里面有12个半音哦，所以这个半音叫做 semitone 半音哦。那有12个半音里面，你可以发觉对应到我们的钢琴键里面的一个音阶里面的。有7个白键，5个黑键，所以加起来刚好是12个半音，好，所以是69 70 71 72 73 74 75 76 77 78 79 80 81，这是下一个音阶的拉。好，那这边我想应该有些人从小学过音乐吧？为什么钢琴会有7个白键，5个黑键？为什么不是6个白键，6个黑键？为什么不是12个白键？有没有人知道？哦，这个也是我从以前到现在一直有的问题哦。那我问过一个同学，从小学钢琴的，他是说最常按到就是这个哆瑞咪发嗦拉西，这样一路上去。那半音，这个就都叫半音哦。介于两个中间、哦、就比较少按到，所以西方乐器就把它安排成这7个在上面，5个黑键在中间、哦、但这个就跟人的直觉其实又不是很相近、哦、我们唱这个哆来咪发嗦拉西，实际上是跳着唱，跳一个半音，跳在这里不跳，在这里跳跳跳，那为什么这里不跳呢？哦，这个是我不明白的问题，如果同学能够知道答案可以跟我讲一下、哦、那我们一般人唱就是哆来咪发嗦拉西，你有没有办法连黑键一起唱出来？哆来咪发嗦，把黑键也唱出来，但恐怕有点困难、哦、一般人没有不是学音乐的恐怕唱不出来、哦、那我知道真的学音乐的他就很精准的帮你唱出每一个音出来。那我们你讲话的时候，我可以算你的 pitch 算出来后，你就可以知道说你的音高对应在钢琴上面是哪一个键。好，比如说我现在讲话的声音，各位觉得我讲话的声音大概对到哪一个键？你可能猜不出来吧？学合唱团的同学会不会听得出来？男生声音比较低嘛，你觉得是对应在哪个键？相对的。事实上我算过我的声音的高低大概在110左右，在这里是蛮低的、哦、那接着作业就让各位算一下你的音高到底在哪里、哦、女生可能会高一点，到女生大概都会在这附近左右，男生都会低到这里。好，我们先休息一下。